进来不是为了要乳液，你要是想让我帮你搓后背，你就直说呗，费那么大气。我看看没接。许志一，你干嘛呀？嗯。我门是真的打不开了，你赶紧帮我开。花花心眼儿，我刚才在外边怎么开？你怎么把门弄成这样了？你动作快点儿，我冷。许之一，你给我冲上水，你脱衣服干嘛呀？我怕把我衣服整湿了。许之一，你是不是想死啊？何怕死了？给我开门。你不冷吗？赶紧。你叫过来，对对对，就这样，别动啊！哎，你快点！